们血观音，我们杨雅哲杨导演，还有我们非常优秀，哦，真的演技一流，啊，所有的演员还有工作团队，那慧英我们，哦，吴可欣文琪，傅子淳杨秀清杨老师，杨老师我认识，还有楚建志老师，刘依兰老师我也认识，他是我们高雄人，哎，我们高雄人，哎，他的家族我都认识，他真的是一个素人画家，不过现在很有名，真的很高兴。那我们高雄是一个对所有的电影演艺所有的事业，高雄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城市。那我们整个文化局在2011年开始，我们就以高雄人的名义，我们投资优质的国片，所以这个杨导演第二次到高雄来拍片，啊，任何所有的团队到高雄来拍片，那我们有拍片支援中心，随时都会验力，在什么地点，那或者你们认为哪些你们的需求需要，高雄市政府的团队都会全力来支持你们。所以我想在台湾，如果说对于我们电影事业最友善的城市，我相信高雄，一定可以排在第一名。啊，这一次整个血观音是在我们高雄糖厂，在桥头，哦，它的糖壶就是我们糖厂厂长的宿舍。那我们会认为今天还有在高雄拍摄的地点，包括旗山的大卫影高尔夫球场，还有前进区的我们的歌雅美术社，还有田鸟的龙后宫等等，我们高雄很多场景都可以在整个血观音的影片里面看到。我想我们高雄市政府非常愿意跟大家跟整个制作或单位来合作。那血观音还没有上映，那我们文化局影集长告诉我，我们已经在金马奖有7项入围。那我在这里的资料，哇，知道我们高雄人觉得非常有荣，已有荣焉。那我们7项的入围，所以会让我们第二次有3位是得到最佳女主角的电影，过去都在高雄拍。那我们希望这一次高雄人的魅力能够再次发挥，让我们惠英红小姐能够抱回整个金马。哇，我们这一次入围的有最佳女主角，就是我们惠英红；最佳女配角文琪；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非常关心，哦，明天金马奖。我像很多人跟我一样，起后天是吧？哦，后天开票吧。哦，明天开票啊，对。当然，明天我希望我们高雄的市民朋友，血观音大部分的景色在我们桥头的糖厂，很多的景点也都在高雄，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期盼我们高雄的市民朋友给优质的国片。我们应该要大力支持他们，我们希望他们明天的首映，哦，就是爆红，哦，爆红，哦，我们希望，我希望那个尹局长，哦，包括我们市政府，还有我们教育局很多校长，哦，是不是教育局也应该包几个场，校长们大家一起来观赏。哦，那我觉得真的我们都很高兴，也很恭喜血观音。那我过去很比较没有机会看电影，不过如果我们市府的团队
是不是师傅的团队能够有机会来看一下优质的国片，表示我们支持这么优秀的导演、优秀的演员，还有在我们高雄这个地方作为拍摄地点，这个对我们高雄人来讲，这也是一种鼓励啊，高雄人参与这个影片啊，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明天开始不要忘记，在高雄好几个电影院都有血观音，让我们一起支持他们好吗？好，谢谢各位多来多谢好吗？教育局文化局好，不要忘记，谢谢市长在此责成两位局长马上帮我们的市府包场支持血观音，谢谢市长。我们现在的市长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今天的我们现场的导演还有每一位演员精心准备的哦。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请导演，市长帮我们站这边好吗？先请导演向前一步来受赠，来，市长请站在民警旁边这里。我们请导演先不要打开卷轴哦，这里面是小秘密，市长先帮我们送给导演。接下来我们要请红姐出列，市长也准备了一个卷轴送给我们的惠英红红姐。紧接着请可惜硬底子演员可惜，好，接下来请天才型少女演员温琪，紧接着请我们的八点档女王佩奇。哦，佩奇说她也是高雄人哎，高雄人更应该要支持我们这部电影。好，接下来请子淳，好，来，现在市长呢，我们。请市长帮我们站过来，等一下我们呢马上要来揭晓市长送给大家的这个卷轴。好，我们倒数之后请大家一起打开卷轴，三二一，哦，这个是市长帮我们准备的卷轴，来，市长请帮我们从导演这边嘎啦啦你要讨好不用带意胸高嘎胸高嘎，因为导演最会教戏，教出这么棒的演员。红姐这个呢胸高耶影后熊腰艳，可惜熊腰雕哦，可惜在电影当中有大尺度的演出哇，熊盖跳，熊盖跳天才型少女哎，哦，这边有难度哦，有难度哦，这怎么念啊？熊盖跳，这是什么叫哦？熊跳卡哦，熊跳卡。哇，强势哦，这就是拍他后堂哦，哇，熊跳卡，我们终于知道跳卡，跳卡其实是好的，代表一个女性非常坚强，有能力，嗯，哇，熊跳卡在职场上有亮眼的表现，好，还有熊雕弟，熊雕弟啊，太好了，市长选男人就是要选熊雕弟的，对吧？选熊雕弟，因为子淳在电影当中的饰演的是一个哇，这个很正直的小队长。好，市长特别送给我们卷轴，我们请市长跟大家一起合影好不好？来，市长请。哇，我们都是以熊做开头，当然因为呢是在高雄拍摄的。我们的这一部《血观音》，所以除了高雄市民之外，请全台湾的朋友一定要来支持我们的今年度最佳国片《血观音》。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卷轴收起，市长请留步哦，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市长哦。市长请留步，市长请留步。我们有礼物要送给市长。来，我们请导演把世界平等第一名的麝香猫咖啡送给市长。我们知道市长公务繁忙，喝喝咖啡可以提神。谢谢。哎呦，我们市长还在讲说会请局长帮我们安排包场。谢谢市长，非常感谢市长，哇，百忙当中来支持我们的血观音。